间教室以外，就是我们小朋友的餐厅。那我们请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把上面的部分，就餐厅上面的部分都已经刷好了。有一些地方还有长那个钟乳石啊，也已经敲掉了。钟乳石很奇怪，什么是钟乳石？因为漏水漏到长钟乳石，我们已经把它处理好了，请专业的人士处理以后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所有的校友们，还有校长，还有我们全部的职员们，我们一起要完成的就是餐厅要重新粉刷。那各位小朋友，你们要粉刷哪里，知道吗？教室，这是我们的教室。